Hello，大家好。好诶，今天是那个1月29号，然后呢，29、30，明天就是，今天应该算是29号吧，29，然后明天应该就是除夕夜的前一天，然后除夕夜前一天的话，我应该是不去上班了，所以我今天得在年前把过年该办的事情给处理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早上的9:30左右，然后我打算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两个红包袋，昨天已经看好了，然后买个红包袋回去店里发一点红包，然后就是吉祥如意吧。哎呀，不便宜啊！你看，这三个红包17.7块，是不是？取钱喽！买肉喽！加点牛肉，有牛里脊吗？牛里脊多少钱？39啊！你给我一斤多一点好不好？切一块。就留了俩，我现在就给你弄完了，我给你。65是吧？过去了啊。行。好多肉啊。找一些排骨。拳脚下呀，还得肉呢，拿回去不得炒菜吗？这个怎么卖？25啊。这个25啊。25。这块都帮我剁了吧？59。59啊。你帮我赚个60块的好不好？25。60对吧？60。好。来一条吧。你帮我拆行吗？拆一半。这一小会儿还真不多，你应该要这一会儿，也不会烂啊。那算了，我先不要吧，我就要这些。啊，那也行。啊，这要的少还要不了秤呢，我感觉。没事，都一样。这是5.5，这个。这3块钱一斤啊。经常的，这点儿得什么？就这两天涨钱了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在你这边买价格一天比一天贵？我怎么感觉我在你这边买的比昨天买的还贵？是。现在开心了啊！那个肉的话是比平时的那个市场稍微便宜一点，也大概是2块钱到4块钱吧的一个区别吧。然后呢，那个蔬菜的话，蔬菜这边比较贵一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两天价格在上涨。好，那等一下就准备回去啦。你有抖音号吗？我没有，为什么要非得要去做抖音呢？你要吗？别要输的。来，那个学业进步啊，那这个给你，心想事成。心想事成要。好，心想事成给你一个。还没到过年呢，你给他发红包也太早了吧？对，那个一人一个，大吉大利。等等啊！初一的时候去踏春，我初一的时候会去爬山。年年大嫂子。年年饭碗里都是八宝饭呀，年年有余啊，我又不吃肉啊。你看，我花菜钱，你要是。